Cindy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头发，因为我们昨天公司忌讳的活动是去做皮拉提斯，所以我就绑了一个这个 bubble 头这样，然后呢我就一路这样子绑到今天早上，我昨天甚至是绑着这个头睡觉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我相隔了大概一个半月，我终于要去处理我这些，有没有看到这个长出来的发根，以及我最近头发长得有点太长了，我想要稍微剪短一点。对，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行程是要去弄头发，然后你们就是不用太期待，有人期待吗？我应该就是染回一个很正常的深棕色，然后稍微剪短一点，就这样子。我今天甚至懒到我最后画了一个眉毛跟擦了一个口红，然后我想说我刚重新 rediscover 一个很赞的东西。我今天把这件衬衫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上面超级无敌皱，大概比现在皱个可能有就是37倍之类的吧。然后我从柜子里面翻出这个不是广告，它是一个台湾的品牌叫做 Wrinkles。 它真的很神奇，就是你如果今天很赶着要出门，你没有办法去熨你的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就是有一点点皱皱的，就这样子喷一喷，然后这样子甩两下，那个 Wrinkles 就会就是慢慢的淡掉，非常的神奇。 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Cause all you gotta do is just ask. Cause we can always get another glass. Got drip, got swag, got class. Just roll another one, then puff, puff, pass. Pop the trunk, hit the brakes, stop the gas. When I'm sitting with my friends, it's all smiles and laughs. And I'm thinking that I'm drunk, hit the bathroom mirror just to get a clearer vision. I'm a man on a mission. There's a girl outside with a name like a seat. It's just how she is, yeah, it's just how she be. Got a bowl full of drinks and a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 aftermath， 就是我刚刚拍完了我累积3-4个月的空空赏，可能你们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应该过没多久就会响了。不然你看，哇哇，超级多！跟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很喜欢的运动风的穿搭。趁还有阳光，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 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常在街上看到很多人，他可能就直接穿着瑜伽服就在外面走，这样就你会发现大家开始穿这些运动服啊、技能服，其实它并不一定是要去上课哦，就是大家穿这些衣服单纯的只是因为这些衣服非常的舒服。像我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其实我是可以直接穿去上瑜伽课的，它里面已经有附胸垫了，所以我等于是我什么都不用穿，我只要穿这一件。这件裤子也是他们家最有名的 Align 系列。像我今天因为蕾恩嘛，所以你看我这边小腹其实有点凸出来了，是因为我的下腹非常的 bloated。但是因为它够高腰啦，然后又很有弹性，所以其实我这样穿上去也不会觉得我这边就是你知道被束缚的感觉。Align 就有出了很多像是 casual wear 的衣服跟设计，让大家可以直接走出门。他们从运动服延伸到 casual wear。来啊，我的钱都给你啊。前几天跟朋友吃饭，然后剩下了一些，就是 sausage， 然后还有一些 chicken。我发现我橱柜里面还有这个 rice paper， 想说来弄一个 rice paper roll。I've been waiting far too long for some good to come my way。还有一些菜饭。Kiss from the night.
약속, 요구는 운전을 할 수 있습니다. 와, 今天太阳好大。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天，然后我准备要去上韩文课。我今天上完 Mira 的线上课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想要再进修更多一点，所以我后来就报了线下的韩文课，真的是文法这样子训练。我大概每个礼拜上一堂课，到现在应该快要一年了吧，应该。我刚刚运动完之后，我就躺在我的 beanbag 上面大概2个小时了，然后越待越觉得能够待在家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真的真的好喜欢待在家里，你知道吗？这是一种生理上跟心理上面的平静。就是我刚刚运动完之后有点小苦恼，就是我今天到底要不要洗头，因为其实我刚刚是有流汗的，但是通常染完头发之后要第二天的晚上才能洗嘛，也就是 technically 是明天的晚上我才能够洗头。其实这次剪的长度呢比我想象中还要再更短了一点，因为我本来大概这么长嘛，我本来想象可能就是再长一点大概是这样，我没关系啦，现在夏天嘛，剪短一点凉爽一点。然后另外因为我最近就努力在拨一些时间给就是回来给我自己，就是我会刻意的空出一段时间，譬如说这段时间我就是看剧，这段时间我就听 podcast 或者我就是看书。上一支影片应该有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在看这一本不便利的便利店，然后这个是二，我还没有看完，但是大概就是围绕着就是一家便利店跟它周围相关的人，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等等。我还蛮喜欢看这种就是比较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去好像包装整个故事那种感觉。我其实比较 prefer 这种比较接地气嘛，就是比较朴实一点的文字，我觉得读起来会更有共感。然后第二本呢，这应该是这已经非常久，然后我知道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畅销了很久的，就是这个富爸爸穷爸爸。虽然说我是念经济出来的，对，我其实比较少在做什么很大的投资，因为首先我没有时间去看股票，然后第二其实我在这方面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这本书它不是在教你怎么去赚钱，它比较是在讲可能我们面对钱的心态。你们应该有就是在生活上面都会有体会到，就是同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切角去想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得出完全截然不同的答案。所以我蛮期待我看完之后可能我自己的思想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转变，蛮不一样的书跟大家分享一下。
생일 축하해. 그런가? 보고 싶다, 이은아. 헐로. 怎么这么快就已经过到星期天了？不是才刚刚星期五吗？我星期六干嘛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平常周末真的是最真实最 unfiltered 的日常，因为我周末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出门，就是我对我来说最大的娱乐其实是待在家里。我之前跟你们讲说我很喜欢喝袋鼠的白酒，对不对？后来我发现他们家的袋鼠红酒也蛮好喝的，而且真的不贵，我记得这一罐好像是大概59块港币吧，也就真的是还蛮便宜的。虽然它蛮便宜的，但是我喝了都不会头痛，所以这一点有加分。 给大家看，我今天还大手笔的买了哈根达斯。其实我平常没有到很爱吃甜的东西，但是刚路过的时候看到它，我突然有种就是我今天跟他有一种缘分的感觉，所以我就买了。大家最近生活都还好吗？我最近还蛮快乐的，可能很多事情有想开了吧。就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好，是因为我一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坎，但最近很多事情就想开了，我就好了很多。 最近我有一个算是mentor的角色吗？反正就这么一个人啦，我就跟他讲说，哇，为什么就是好像你从来都对于任何的事情、任何的问题都好像很处变不惊这样子。然后他就回我说，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不管任何的困难都一定有解决方法，只是说你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先不管那个所谓的代价是什么，有时候可能是钱，有时候可能会是时间。但是最点到我的其实是一句。 听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就是说所有事情都一定有它的解决方法。我之前是很容易会把自己想进那个死胡同里面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哇，这个事情我完蛋了，我听到它下来了。对，这句话我觉得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还有 you have options。我觉得这两个是我近期在思考上面的一个观念吗？心态上面很大的转变，不是说不解决问题，而是。 不会把它想得太过就是 overwhelming 这样，虽然没有到100%，但是我最近的生活，我自己觉得我快乐了很多，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也不要太过苛求自己。大家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